所以天文台咧會喺下午四點至六點考慮咧發出八號嘅烈風或暴風信號嘅。放工先嚟八號，唔通連個風都唔中意我？我哋今晚早啲瞓啦，星期四一定放假嘅。你點知星期四一定會放假噶？星期四重陽公眾假期啊嘛。凡事係絕對嘅。點解打親風都係夜晚嘅？風假冇希望，翻工啦仲忙。各位想睇更多搞笑勞動新聞咧，記得訂閱 Channel C 支持我哋啦。几时挂八号，就好似牛杂一样，一切都系整定嘅。圆规硬系要夜晚最近香港，又真系吹佢唔涨。预测呢啲嘢咧，点都要听下嘅。今晚嘅风势咧系会进一步增强嘅。咁啊，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而骤雨嘅逐渐咧就会增多，同埋有狂风添。虽然打过一日半日风，但一众师奶都严阵以待，湾仔街市是劲多人的了，平时下午都仲劲多货的钱大妈，看来今晚十点都不用派猪肉了，连菜都加价，学豆平时13蚊斤的嘛，现在卖成20蚊斤，都大把人争着抢。今晚有没有加价？没有，加少少啦，一蚊两蚊啦，个个都好早买晒啊，两日三日噶啦，攞过嚟啦。平时咧系几多点买晒噶？通常多数七八点噶啦，系啊。依家咧，今日咧？今日我啱啱咁多啦，早咗啦。太夸张，打风啫，又唔系打仗。系咪好早就买晒啦？你啊，猪肉问呢个，牛肉啊问我。你讲啊，牛肉。牛肉就好早买晒噶啦，会。点解嘅？多人買嘢嘛，今日係啊，個個好似打仗咁樣。上次冇準備嘛，啲人有準備嘛，諗住買定餸咯。上次至於超級市場方面咧，早一日清倉就上曬新聞噶啦。Channel C 都去過附近間惠康睇過嘅，冰鮮肉買曬，生果位又得翻榴蓮，菜都所剩無幾啊，杯麵咧都吉吉地噶啦，麵包啊直頭俾人掃曬添啊！大家有冇咁肚餓啊？現場都有師奶話今晚買唔到嘢，要快啲買咁話。其實都係打個一日風啫，況且打緊嗰陣大家都瞓緊覺噶啦，唔使咁誇張嘅。相信大家睇呢條片嗰陣都應該係逼緊翻屋企嘅，喺度只好祝各位打工仔安全翻到屋企。至於凌晨打風，除咗打牌，仲有咩好做？梗係玩美股啦！香港掛八號照樣開市噶嘛，依家喺華盛證券開户，仲有好多著數添。由即日起至10月30日，用 Channel CHK 專屬 QR code 喺華盛證券成功開户，獎金獎品非常豐富，其中包括參加華盛開户大抽獎，獎金獎品總值500,000，現金券價值500蚊，新股認購券價值200蚊。免费串流煲价价值288蚊，转仓再送现金券价值300蚊，同埋港股买卖无限免佣啊！订阅 Channel CHK 睇片片，开华盛户口投资赚钱钱。